让你们自己尝尝了。太君，请允许我怀着无比激动和喜悦的一塌糊涂的心情，再次向你荣升为宪兵队代理队长，表示我祖宗十八代以上的崇高敬意。那我也要祝贺你啊，代替黄狼成为了警备司令。希望刘司令不要像他那样让皇军失望。太君您放心，你叫三白，是指的太湖三白吗？白鱼、白虾和银鱼。啊，不不不，此三白非彼三白也。哪三白呢？白吃、白喝、白拿钱。三白，你看这是多么美好的人生三白和三百人生呀。我看还少一百，白吃。白吃我说了，列三百之首嘛。我说的是痴呆的痴。哦，哎呦，痴呆的痴啊。那做人能做到痴呆，那也很不容易啊，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郑板桥先生最著名的题词就是难得痴呆。难得痴呆，如果电台传有半点闪失的话，你马上就会变成一堆白骨。只要我刘三白有一口气在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靠近他半步。那电台船放在这里还有何意义啊？这条船是诱饵，你把诱饵锁进了保险柜里，这诱饵诱谁啊？诱你啊？诱我啊？这不是您刚才说这船不能有半点闪失吗？我所说的不能有半点闪失，可不是你理解的不让人靠近他半步。在守护这条船的宽严分寸上，你可以发挥一点你白痴的特长。也许这正是南造云子科长让你当警备司令的原因吧。这个刘三白真的有点白痴的症状。要的就是他的白痴。啊，这个刘三白胡匪出身。当初警察局是要以匪制匪，所以就收编他当这个太湖水井的队副。可这个人呢，好吃懒做，贪恋财色，其他的一无是处。智商和责任心和黄狼没法相比。因此，当舆论都在议论着这个白痴就要当警备司令的时候，你想想，停在西江码头的电台船，难道不会让共军蠢蠢欲动吗？共军能够一夜把军火运出许树关，说明他们一刻都没有断掉夺船的念头。哼，所以这个白痴刘三白的上任，会让共军觉得机会又来了。欲擒。人的通病吧，毕竟我长大了，整天姐姐姐姐的，有点叫不出口。希望云子姐姐不要在意，更不要误会。中野弟弟真的是长大了，知道害羞了。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心话，
我不在意。你烦不烦？我想做的事情，告诉你是看得起你，不告诉你，姑奶奶我抬屁股就走，你又能怎样？你还敢造我顾二娘的烦？可是顾老大生前对我有所交代，不让你回去找你的父母。他说说什么说？他不就是怕我回到父母那儿就再不回来了吗？那是以前，老顾没死，我也没当遗孀，更不是胡匪首领。可现在啥情况？我顾二娘统领100多人的太湖自卫队，吃香喝辣，说一不二，身边有丫鬟伺候着，我为什么不回来？我有病啊！我不是担心你不回来，是有一票大生意可做，我怕你走了错过时机。生意做不完，爹娘要是再不回去看一眼，真可能从此就阴阳两隔了。你看着安排吧，烦死了。烦可以，别死。连续去了3天紫月茶酒楼，都没遇见那个杨师傅。伙计对我如此急于见到杨师傅，看我的眼神也明显有些异样。那个叫花紫月的老板，每次见我都问我是做什么的，隐约中似乎有些防范。看来不能再到他们店里守株待兔了。等到18号那天，我必须主动出击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是老板，他的地址找到了。啊，这么快？地方小，他的名气大，随便托几个朋友问一下就知道了。忙去吧。哎，好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我一直追到我堂弟吕东炳的乡下老家，才拿到这些照片。这些照片不是在现场直接发现的，而是警察在韩侦探的家里发现一桶胶卷，拿回警局冲印之后得到的样片，所以不是特别清楚。那么究竟是谁杀害了韩侦探呢？这个现在还没有线索，因为凡是涉及到调查韩侦探被杀案的警察都被抓了，生死不明。这警察被抓了？为什么？
什么人抓的？日本宪兵队干的。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抓人，吕东炳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他是因为给这个案子帮过忙，害怕受到牵连，就提前跑了。后来我又去过他在无锡的家，果然门上被贴了封条。哎，你那个堂弟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？他不认识这个女人，但从这张照片的背景来看，是上海的国际饭店。能够出入这种高档饭店，而且有这种时髦着装的，应该不是个简单的女人。韩侦探真是认真敬业啊，都追到上海了。我姓吕，我本来就是上海人。哦，来，坐下吧。这样，吕侦探，你下面的工作呢，还是把重点放在调查刺杀韩侦探的凶手身上。至于那个池北极，我看就不用再跟踪调查了，他的事情到此为止。为什么？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照我说的去做，酬金一分不少你的。不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如果凶手还是跟池北极有关联呢？那就另当别论了。不过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啊。那不还是避免不了要调查到他吗？他本来就是嫌疑人呢。这是干什么呀？你真的在调查池北极？不是我调查他，他跟一桩命案有关联。我不管是什么原因，立即停止对池北极的所有调查，这是你王大哥让我告诉你的话。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如果你继续一意孤行，荣湘君，咱俩的缘分就彻底到头了，你好自为之。王大哥让你先回去，这里太不安全了。哎，小鱼，小鱼，这件事情我是有调查的，不是调查，真的是有真凭实据的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他，你说总要了解清楚的吧？李叔，给吕侦探结账，加一半的佣金，这件事情到此结束。给你们配了几个大菜，马上下锅。哎，你先别忙，坐下，把酒拿上来。哦，老王同志馋酒了。哦，来来来，您慢用。哎，没看见其他几个杯子都空着，倒上。你让我们陪你喝酒啊，扫帚同志，不要太有艳福了。嗯，别愣着，快！于大夫，先带鱼吃了吧。你就差他一会儿了，你下酒就那么残呢？肚子饿死了，咕咕叫。先喝一口。我来点，你也来着。好，好，咱们
人到齐了，这酒也满上了。你们知道今天为什么吃一顿喝一杯吗？好吧，上官，念吧。特遣组全体或已安全抵达。打日本鬼子了，咱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啊。长江上走六天算快的了，哎呀，真是太高兴了。你们先吃着，我再去给你们弄几个硬菜。啊，姐妹们敞开吃。哎，你等等，先别走，坐下，没念完呢。上官，继续。下一步，重中之重，电台船。怎么，都喝醉了？没喝醉，怎么一说到夺电台船，都耷拉了个脸？给谁看呢？老王，脸子是给你看的，这没错。但心里话，可是自己对自己讲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认为，经过了许树关的战斗之后，真正的战场、战争、生与死、血与火，大家都亲身经历了，对于战争的残酷复杂也有了切身的体会，因此对夺电台船的任务，就不会再像以前一听说打仗就紧张、就害怕，甚至就激动，而是要考虑这场仗的难度、复杂度，怎么打代价小，怎么打才有可能打赢，学会了思考。对，思考。思考。哦，是这样。原来小母鸡们都学会思考了。好啊，那我看看都怎么思考啊。你懂的，上上干什么？来来来，别干，别来呀！哎呀，没事，没。我真受不了你们美好的生活就被你们这么给毁了吗？好，我来谈谈我的思考。黄司令在的时候，电台船在他的看护和管辖之内，我们或许还有所依靠，可是现在警备司令部已经物是人非，黄司令也下落不明，这给夺取电台船带来了很多麻烦。娜娜，你跟韩梅竹见一面，侧面打听一下黄司令的下落，也问一下袁田现在身在何处。那天黄司令一气之下把袁田给抓了起来，最后是什么结局也不知道，
袁田或许会知道黄司令现在的下落，让韩梅竹了解一下，但是要策略。嗯嗯，没问题。明天我跟韩梅竹还有几个票友约好了去人家家里聚餐。哦呦，今晚聚餐，明晚又聚餐，你口福不浅呀。楠楠姐，你上次和池北极见面之后，他为了保护你，是不是和特务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枪战？是啊，他为了保护我，干掉了两个跟踪我的特务，估计还是两个日本特务呢。你上次说，那次枪战那个浴室叫什么名字？刘源浴室。你确定？我确定啊。怎么了？指导员，有人在刘源浴室目击了池北极枪杀日本特务的全部过程，那个人的记性非常的好，到现在都记得池北极的形象和特征。这个人谁？杨师傅的朋友。杨师傅又是谁？平台会所的票友。说明什么？明天请我们聚会的就是杨师傅。那这又说明什么呢？杨师傅的朋友就是目击池北极枪杀日本特务的那个人，明天也会来参加聚会。那又怎样？此人可能会在聚会中向所有人描述池北极的形象和特征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会对池北极构成潜在的危险，是吗？嗯，对。这就等于在通缉令上画了池北极的人头像。啊？但他和杨师傅这么做，是完全出于对杀手的崇敬。池北极那天的事件已经被杨师傅新编到了开篇里。而向杨师傅提供那个素材的，就是那个目击者。明天这个聚会，都有谁参加？嗯，平潭会所的部分票友，都是平时相处的不错的朋友。韩梅竹他也去吗？嗯，当然。其实最初请咱们聚会的是杨师傅，理由是听他演唱新编的开篇。但是要请目击者一起去的，是韩梅竹的意思。他说想听目击者亲口描述那天惊心动魄的枪战场面，为了追求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有没有什么办法取消这个聚会，或者是阻止那个目击者参加这个聚会呢？这恐怕不太现实吧，大家都为了这次聚会等待十天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啊，别再跟我说大家等什么十天了，就是等上十年也要给我取消这个聚会。平潭会所里鱼龙混杂，谁知道这个大家里有没有特务？你想办法，让韩梅竹取消明天这个聚会。我想办法？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我要是你，你要是我，我有一万个办法，关键是愿不愿意想办法。哦，我跟你当然不一样了，毕竟赤北极是你的恋人嘛。那就请你的男朋友帮助一下我的恋人，行吗？楠楠姐，你瞎说什么呀？我跟他哪有那种关系啊？那你能不能先假装跟他是情侣，帮我一下好不好？楠楠，我现在的心里特别的紧张，赤北极的外貌特征特别的明显，万一……好好好，楠楠姐，你先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们想办法好了。这样，分两步走。首先取消这个聚会，但这只是权宜之计。要想根本解决问题，还是要从杨师傅和那个目击者入手，告诉他们，我们不反对崇拜杀特务的英雄，但是要善于保护他们。万一杀手的体貌特征传到了敌人的耳朵里，那就是向敌人出卖了情报。必须要上升到这个高度去认识这个问题。要不要跟池北极通个气，让他最近多注意一点？没用，注意也没用。池北极身为交通员，他每天都在注意，这种事情防不胜防。他也没有办法控制住知道自己长相的人，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从源头抓起。对，警告杨师傅和他的那个目击者朋友，给我闭嘴，必须要给我闭嘴。可是你们谁能告诉我，到底想什么办法才能让韩梅竹取消这一次聚会啊？这不是又要让我去说谎吗？我最最害怕的就是说谎了，这明明就是把没有的事情说得跟真的存在一样，我怕我会没有把握的呀。到时候
当他注视着我，问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哎呀，我怕我可能会当场崩溃的。为了赤贝吉的安全，我陪你去说这个谎。啊，撒谎还能两个人一起去啊？蛾子，这是工作，是掩护，是战术动作。战术动作。南造云子说，中野18号去杨师傅家聚会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中野这招太阴险，我唯有全力以赴把事情解决掉，不然后患无穷。三白，三白司令，我真佩服你，是太有才，太有运，太有福气了。我小皮蛋如果都像你这样子，有这么个地位，我呀，哎，不说了，全在这酒里，来干，来，干。皮蛋啊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三百可那可不是白叫的，我混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那可是有一定境界的，知道吧？教教我。我跟你说啊，前阵子我给中野队长好好上了一课，我让他呀好好学习一下郑板桥先生那首著名的题词《难得痴呆》。错了，难得糊涂，难得痴呆，糊涂，痴呆嘛？怎么着？他妈跟我唱反调是不是？我现在是警备司令，我说他痴呆，他就痴呆。哎呦，我糊涂了，痴呆，痴呆，难得痴呆。屁蛋，我告诉你，放明白点啊，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嘿，来喝，喝喝喝，来，来喝酒，好，干干。啊！吃吃吃吃吃。妈的，这晚上太冷了。你说他俩怎么还不回来？说好他们喝上半场，咱们喝下半场的。你看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说这刘司令也不催催他们。你说这刘三白、刘司令这人缘不错呀。刚来一个星期就有人拍马屁请吃饭的，完事儿还能带上咱这帮弟兄。哎呀，可这两王八蛋他不回来呀，好酒好菜都他妈没了。你说请刘司令吃饭的是谁呀？派头这么大，在五福楼摆三桌，这也不一般人。听说好像是刘司令以前江湖上的朋友，关系还不错。嗨，这跟咱没关系，咱要的就是有好酒好肉，谁他娘的掏银子跟咱没关系。问题是这俩人咋还不回来呢？我服了，那菜我真他妈的。难得有这么口福啊！还能过来喝个半瓶儿。哎，那小子们喝几杯不吗？差俩人。嗨嗨嗨！是两个儿子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都喝成什么样了？你看看自己带点回来，到那儿咱就剩下汤了。早喝着。得得得，一边去。
就是喝汤，你比在这喝风强，可不是吗？兄弟，别挨揍了，喝酒去。走走走，喝酒去。快点快点快点，走走走走走，接他来一块，这个接。屋头的楼菜真不错，哎，好久都没吃到了。哎，你有没有拿我的狮子头？我的狮子头不见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来喝喝喝喝。哎呀，你不穿个鸡爪也不错。来，来吃吃吃，吃花生米啊？吃花生米来。嗯，坐。嗯，喝喝喝，五湖的菜不错。嗯，看什么看呀？没东西，来，给你喝，喝喝喝。有啥？在五湖楼的菜就是好吃，你看看这鸡腿呀、啊，哎，真他妈的吃过瘾！嗯，来来，干干！哎，下次咱吃吃啊，兄弟来！干干干干！马上马上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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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。再一口，干！下下头，咱兄弟哥俩再去啊！果然按计划准备行动了。等着吧，离晚饭还早着呢。他怎么看着有些面熟呢？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但娜娜的表姐我怎么可能见过呢？更何况她从上海来。
陪两个美女逛街吃饭是个美差，可杨师傅那儿怎么办？南造云子一直在催我尽快跟目击者见面，听他描述凶手的相貌特征，然后立刻展开调查。可现在，哎，想什么呢？我这次去上海，中途路过无锡，特意过来看望一下我妹妹。我明天一大早就走了，我跟娜娜都两年没见了，晚上想好好庆祝一下。不知道韩先生可否赏脸，陪我们姐妹俩一起吃个晚饭？可是，大家都已经约好了，晚上去杨师傅家的。杨师傅家就在无锡，又不会跑掉的了，什么时候不能去啊？可是我表姐才南返来一趟的，你说对不对？对是对，只是什么呀？不要让我在表姐面前没有面子。哦，不不，怎么会呢？好啦，我跟他们都已经说好了，他们都蛮支持我先陪表姐的，说要聚一起聚，我们两个不去，他们就没兴趣了，索性改天。哦，行，那咱们走吧。嗯，走吧。是谁？难道钟野没认出楠楠吗？还是认出了故意不露声色？不行，先把楠楠救出来再说。